Hello，大家好，看今天天儿多好，中午头这会儿可暖和，今天就剩小妞俺俩搁家了。妞妞，跟那个喜羊羊似的，那脏别摸地下啊，乖，我俩一坐都可以了。今天剩俺俩搁家了，该干活了干活了。然后俺妈今天回老家了，剩俺妞俩，我说趁中午这会儿，她也不睡觉。我给这点阳江给他爸爸好好吧，哎呀，好好给这一片腾腾，然后找土给他垫垫，这一片还能停个车。嘿，哎。
会黑，搁这儿它也不会动，也不会暖了，谁养谁拔，啥时候养谁再拔都妥了。我就是说，有几个朋友说要了，我给这先弄弄，然后给那几个朋友发出来。如果后期谁再要了，直接联系我，然后随时都给我拔，给家门口的，剩下的都先不拔了。嗯，狗啊，冰棍，哎，乖，我点动点不动吧。今天小七可不少给爸妈帮忙，是不是？妈妈弄住，你会框里拾住，走去，黑死的，走去。